委员同仁，第二十条，啊，111页到115页，啊，不啦，那搞掉了，啊，来了，等一下，好，我们延长一点开会时间，好，我做一个宣告，来，我们延长开会时间了，来。第二十条，111页。好了，我现在在处理了，延长开会时间，等一下再来处理。来，那个到115，来了，这个等一下再征求大家意见，但是先延长一下开会时间，好不好？看等一下要处理到什么时候。来，111页二十条，时代力量第九条，好、哦，这一个亲民党党团第二十条，来等一下。好，那个叶宜津的第二十条，在111页。好，请问各位委员有什么意见？来，我来了，等一下，我先来处理一个程序的问题，好不好？因为我们今天的开会通知是8到5点半，好，那按照议事规则第27条，啊，这个上位时间已届而议事未毕，主席得征询出席委员同意，酌定延长时间。那我是不是建议我们委员会哈？我们今天好不容易啊，这个因为早上有拖了一点时间，那我们今天是不是把党产条例处理完，我们再散会？请问各位有没有意见？好，赞成这个，这个是什么？好，这个也是他也是在国民党提的一个案啊，建请本次会议至下午5点半是否有当，敬请公决跟。这个会议的时间是同一个案啊，我们合并来做处理啊，是不是主席刚刚所宣告的啊？这个我们到处理完毕之后，我们再散会。赞成的请举手，好不好？来，清点人数算一下，来。那、啊、大家都要开会了哈、啊，这个大家都要开，少数不想开会的那要尊重多数来。好，几票？18啊。啊，出席委员几个？总共几个？来，按、啊、那个反对啊，放下。好、啊，反对的请举手一下。好，反对的请举手一下。好，这个反对没有人反对，那主席宣告继续开会。好、啊，我把表决的给我宣告一下。这个出席清点在场人数，在场委员25人，赞成18人，反对0人。好，那这个本案通过，我们继续开会。好，第20条，来那个宣告了吗？好，这个第20条刚刚已经宣读叶宜津委员的修正的动议。那假如这个委员来，那个尤美妮委员要发言的，请举手一下，还是要认真开会啊？好